2019年3月，赵生岩博士来到了巴黎集美博物馆。Monsieur，Monsieur，赵生岩，这位是集美博物馆东南亚部的总负责人。很高兴见到你啊，我也非常高兴啊。一进集美博物馆的展厅，就看到了一尊庞大的五个七头蛇神纳迦石雕。七头蛇和阿修罗神的身上都有人工切割的痕迹，无言道明了他们来到这里的方式。我们在五个窟看到他就在那个走道的两边各有一组，后面也长长的有一些神抱着他的蛇的形象，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Parce que, en fait, c'est une des dernières balustrades à avoir conservé un état de surface presque intact. Parce que les autres qui sont restées sur le site, eh bien, elles ont subi l'érosion naturelle, l'eau de pluie et le soleil pendant plus d'un siècle, et aujourd'hui, elles ne sont pas dans le même état. 谁也没有想到，莫高窟与吴哥窟，这两大世界文化遗产，唯一会面的地方。却在异国他乡的巴黎。100多年前，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被迫离开故乡，来到巴黎，共同做了集美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集美博物馆的60000多件藏品出处，涵盖了亚洲大部分地区，其中来自中国的文物占了1/3。在这个专门的展厅里，展示着100多年前伯希和从敦煌带来的藏经洞文物。我们现在呢，在这个集美博物馆收藏的观物量受经变跟前，这个经变画呢，是中国唐朝最流行的，也是中国的艺术家创造的一种绘画。据统计，集美博物馆收藏了敦煌藏经洞绢画220卷，是除大英博物馆外收藏敦煌绢画最多的地方。Large comme ça, et on déroule, on déroule, on déroule, on déroule. 是地平。啊，敦煌，莫高窟 ，on ne voit pas le 设计经。没有，不一样。原本，这些精美的佛画、石雕，被敦煌和吴哥的工匠创造出来后，一直在他们各自的土地上生长，长成了根深叶茂的大树。如今，大树被连根拔起后，移植在了巴黎的博物馆里。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同时参与了莫高窟和吴哥窟两大东方奇迹的再发现，他就是伯希和。1900年，22岁的保罗·伯希和来到柬埔寨暹粒省，受聘于法国国立远东学院当教授。这位毕业于巴黎大学、师从法国汉学家沙婉的高卢青年，专攻东方语言文学，尤其精通古汉语和中国历史。当时柬埔寨还属于法国殖民地。伯希和在吴哥窟做了实地踏勘后，根据自己收集的中国史料，重新将中国元朝使者周大官的《真腊风土记》翻译成法文，并加了注释。周大官是1295年被元朝皇帝派到柬埔寨访问的，他在吴哥城住了1年，细致考察了真腊王朝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回国后编写了一本《真腊风土记》。他的这本书对13世纪柬埔寨的山川、物产、风俗等做了详细记录。Grâce à Zhou Daguan et à son témoignage, eh bien, on sait à quoi ressemblait encore à l'époque où il l'a visité à la fin du XIIIe siècle. Zhou Daguan got one to say, "Suppose moi,
ในจำนองจึงท่าอรบายค่าอมปีปฏิชนเจนละเจนละคือปฏิกรรมปีนี้ไอ้คือในขนมนั้นในเยออมปีประปีมินีตมนิมตมลอบการุณในระบอบปฏิชนในเยออมปีแปรมหาศาสตร์ระบอบขมายหายสิทธิ์นี่เวียคล้ายตื้อชื่อไอ้กระซามวยดอสำคัญสำหรับยืนสอเซอมปี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สมัยยังเก่าบาสันจึงในเยออมปีวัตมินเปสกะจนการตูจันในขนมปฏิกรรมปีเกมันได้พลิกจุดความนี้对于吴哥的历史，柬埔寨并没有留下多少文献记载。周大官的《真腊风土记》成了打开吴哥文明的一把钥匙。历史上，处在泰国和柬埔寨之间的吴哥曾长期被泰国占领。十九世纪中叶，亨利·穆奥重新发现吴哥古城后，柬埔寨沦为法国殖民地。殖民当局想收复吴哥归自己管理，而周大官的《真腊风土记》和伯希和掌握的中国史料都证明，自汉代以来，吴哥王朝就一直和中国保持着朝贡关系，这为吴哥的归属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掌握了这些证据后，法国人迫使泰国将流落数百年的吴哥和西部省份归还了柬埔寨。相比之下，藏经洞的发现可谓生不逢时。1900年，正值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大清王朝摇摇欲坠，哪顾得上远在西北沙漠的国宝呢？尽管王道士一一上报各级衙门，希望得到拨款保护，但都石沉大海。1908年3月3日，已是法国中亚考察队队长的伯希和，穿越罗布沙漠来到敦煌。凭着一口流利的汉语，他赢得了王道士的好感，享受到了可以进入藏经洞内阅读卷子的特殊待遇。伯希和以每天翻看1000个卷子的速度，检索了藏经洞的全部遗存。卓越的古汉语知识让他惊喜地发现了斯坦因遗漏的大量敦煌古代社会文书，虽然他拿的卷子数量比斯坦因少一半，却都是价值连城的精品。Il a fait le relevé de toutes les inscriptions systématiquement. Donc c'était vraiment un travail de recherche et de philologue. Il était intéressé plus par l'histoire, les échanges, que finalement par l'histoire de l'art. 1935年，中国留学生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边的小书摊发现了一套敦煌石窟图录。收录了伯希和从莫高窟拍摄的洞窟壁画和雕塑照片。熟读中外美术史的常书鸿大吃一惊。随后，他又来到集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带来的大幅绢画真迹，感到无比震撼。有一幅是7世纪敦煌佛教信徒捐献给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经，时代早于文艺复兴，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先驱者乔托700年。这一事实使我看到，拿远古的西洋文艺与我们的敦煌石窟里的艺术相比较，无论在时代上或者艺术表现技法上，敦煌艺术更显出隽永先进的艺术水平，这对于当时的我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历史的剧情充满了巧合，伯希和把敦煌藏经洞文献带到了巴黎，而这些经史文献又把常书鸿从巴黎换回祖国，做了半个世纪的敦煌守护神。1943年，巴黎归来的常书鸿，辗转8年后，终于来到敦煌莫高窟。
看到大名鼎鼎的张大千正在这里临摹壁画。张大千跟张树公他们俩人那天晚上在一起合作画画，合作的一幅画。然后呢，张大千还拿笔记了一下他们一起合作的这个情景。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中国画家之一。一到莫高窟，他就被铺天盖地的壁画震撼了。在此后的近三年中，他一直在沙漠深处过着苦行僧般的临摹生活。三年面壁，让张大千找到了失传已久的晋唐中国人物画、山水画的笔法与色彩传统，找到了被遗忘在沙漠中的另一半中国美术史。他感觉到这个敦煌是一个很辉煌的一个新的世界，就是中国传统当中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的一个新的境界。我们过去不知道唐朝的绘画，那么在敦煌看到真的了，而且比唐朝还早的，有隋朝的，有北魏的，这么早的东西，那对张大千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在敦煌时，张大千一直想弄清敦煌壁画与佛教源头印度绘画的关系。1949年9月，张大千应邀赴印度举办敦煌壁画展，这是敦煌壁画临摹作品第一次走出国门。张大千到印度去看了以后，再跟敦煌艺术做对比，就是很明显的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敦煌石窟南北朝的艺术啊，它是很明显的吸收外来的东西，到唐代又很明显的反映出中原本土的这种文化。在印度，张大千也看到了他钟爱的飞天，只不过印度人不叫飞天，而叫阿普萨拉。一群阿普萨拉踏着浪花穿越印度洋，来到了柬埔寨，把动人的舞姿留在了吴哥窟的石柱上。整个吴哥城的墙角、窗间、台阶、石柱上都能见到阿普萨拉的身影。仅在小吴哥就有近3000个阿普萨拉，他们都来自印度教创世神话中的著名故事，角动如海。吴哥窟随处可见角动如海的场景。相传天神和阿修罗为了提炼出藏在海底的不死甘露，决定合作搅拌大海，然后平分甘露。画面中，92位阿修罗和88位天神以7头蛇神做搅棍，在毗湿奴的带领下搅动如海，甩出的浪花幻化成美丽的阿普萨拉女神，他们在天空忘情的歌舞。搅动如海这件事情呢，在印度的古代的史诗《罗摩衍那》里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因为众神搅动如海呀、不管是正面的神还是反面的神，这些形象呢，他们共同在一起来搅动宇宙之轴啊。我感到的是，什么特卡把古巴的巴将皮推开的，把对起奥阿克罗，把斯维奥德布达阿拉，他们比赛，对吧？对他，把给他。曾几何时，阿普萨拉离开众香国，驾祥云飞越葱岭，穿过塔克拉玛干，一路撒花到了敦煌，变身为美丽的中国飞天，在石窟洞壁上翱翔千年。那么飞天是怎么来的呢？其实飞天的历史呀、比佛教的历史还要早。阿普萨拉就是飞天。那么佛教产生之后呢，就采用了印度传统的阿普萨拉这个神呢，就是把它作为天人。当佛在说法的时候呢，天人在天空散花歌舞。
莫高窟的492个洞窟中，有270个洞窟绘制了飞天。如果加上周围的姊妹窟，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总数接近6000身，为世界飞天之最。飞天没有翅膀，却能自由飞翔。敦煌画工用舒展飘逸的飘带，就实现了飞天的梦想，颠覆了西方天使、东方羽人的传统形象。在欧洲也有天使，但都是用翅膀来表现，太简易了。我们中国就我们的文化，用飘带这么一飘，空间一用，这舞蹈舞姿这么一表现，太丰富了。1923年，一个法国青年看到吴哥的阿普萨拉女神时，情迷之下竟凿下两尊准备偷运出境，结果被殖民当局查获。Mais heureusement, les archéologue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qui protègent le site seront mis au courant de ces mauvaises intentions. Et en fait, dès qu'il aura découpé les bas-reliefs de très jolies apsaras, des divinités féminines qui se trouvaient de chaque côté des portes du sanctuaire, et qu'il va les mettre sur les chariots à bœufs pour les transporter jusqu'à Phnom Penh, eh bien, il sera arrêté par les autorités coloniales.Au début de 1924. Et à ce moment-là, va commencer un procès retentissant. 这位行窃者就是后来戴高乐时代的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对美最好的拥有是欣赏，不是占有。莫高窟45窟有2尊被誉为东方维纳斯的胁侍菩萨，他们肤白唇红，衣饰华美，曼妙的 S 型身姿将女性的妩媚表现到了极致，常常让人忘了这是泥土做的神。台湾有一个舞蹈家呀，他第一次到这个洞窟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菩萨的像，非常感动，眼泪就哗哗的流下来。从那以后，每年啊，他都要带着学生啊到这来看一眼这个菩萨。还有一个日本的姑娘啊，到这个洞子看完之后啊，她就在门口就流泪。当时我们问她：“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呀？”她说：“我觉得这个菩萨太美了，我不知道我下一次还有没有机会再来看一眼。”很多人好奇，在吴哥窟看到的观音菩萨是男性面孔。而在莫高窟却是女性形象，其实这是敦煌画工对印度来的菩萨进行的中国化改造。从隋代起，敦煌塑工就开始去掉了菩萨的胡须，让他的腰肢更柔软，体态更丰腴。到了唐代，飞天、菩萨都由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人变身为楚楚动人的宫娥舞女，把敦煌石窟变成了婀娜多姿的女儿国。情况呢，在中国人的心目里，女性是给予的，女性是母亲，母亲是给予的。这些所有菩萨里边的最美的就是观世音了，所以观世音是美的最圣洁的美的典型，是中国对佛教再造的一个最典型的形象。这个再造就是中国人精神需求的再造，也是中国人审美的再造。คิดจะเจนได้ลูกบ้านก็ตาตัวตูลพระพุทธศาสนาวันตาพระพุทธองค์บอกฉันมันจีพุทธองค์บอกดีหรือไม่เถิดกูจุดจุดและกระเจี๊ยบบอกฉันลูกเฮ้ยว่าปทอปี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มันปุ๊บบาทก็ปันใต้มันได้มีจีบหน้าได้ละจำลองต่างๆเลยสบตายมีนกากายชายประดิษฐ์บงเลื่อนบนท่านจ้ารูปมนต์จ้าบอกกาเจียรูปมนต์ทุกสมัย这种审美的再造，在吴哥窟的建筑和雕塑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吴哥窟金刚坛两侧回廊是一个浮雕长廊，长达800米的回廊，一侧雕刻着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一侧
是另一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表现了印度古代宫廷内部的斗争与列国之间的战争，其中最精彩的是猴王哈努曼率领的猴子大军与魔王展开的楞伽大战。在莫高窟的魅窟榆林窟里也有一个猴王形象，他就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孙悟空。根据专家的研究呢，孙悟空的原型啊就是印度的哈努曼，他是一个神猴嘛，而且他也充满正义感啊，这样一个形象呢逐渐传到中国，演变成了孙悟空这个形象。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猴王呢，也会感受到莫高窟跟这个吴哥窟他们的关联。在另一侧的摩诃婆罗多浮雕里，国王率领的班达瓦军和卡乌拉瓦军之间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大象、军队、人物复杂交错，故事情节从左右两头开始，最后汇集在中间结束。无独有偶，早于吴哥浮雕700多年的莫高窟北魏第257窟连环画《九色鹿》的故事，也和摩诃婆罗多浮雕的叙事方式一样。敦煌画工把九色鹿救落水人，落水人恩将仇报去告密，九色鹿被国王军队围捕的故事情节集中在一个大连环画里。故事从两头向中心推动，最终在画面中心达到高潮，落水人遭恶报，全身生疮而死。无论是莫高窟的壁画，还是吴哥窟的浮雕，主题都离不开善与恶的较量。吴哥窟，每一个浮雕墙都像一部情节生动的电影。莫高窟，每个石窟都像一部永不谢幕的连续剧。普度众生是大乘佛教的精髓，但印度教对神王的过度崇拜，使偌大的吴哥窟里，国王和众神无处不在，却很少见到庶民生活的痕迹。在巴扬寺第一层回廊，1200米长的浮雕墙上，刻画了11000多个人物。除了描绘舍伊巴木七世带领高棉人打败占婆人凯旋的战争场景，也意外地留下了古代柬埔寨老百姓生活的场景。作坊里的陶工在拉坯，木棚下的渔夫在卖鱼，有人在寻医治病，有人悠闲地下棋，还有孕妇在待产，有人牵着野猪互斗，有人吆喝着斗鸡。行进的军队中竟有留着山羊胡子戴着发饰的中国宋朝军队。这组浮雕仿佛是吴哥王朝的《清明上河图》。巴扬寺的浮雕呢，它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很多很多社会生活，我们历史上没有记载的这样一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很有意思。大概是因为舍伊巴木七世啊，他信佛，这个大乘佛教啊，讲这个众生平等，所以呢，他比较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佛教进入中国就一直是大乘佛教的天下，所以敦煌莫高窟壁画上现实生活的记录比比皆是。唐代石窟一改早期洞窟的狭小拥挤，变成了中国殿堂式的布局，大块墙面
为创作大型经变画提供了宽阔的空间。经变画上出现了世俗生活中的播种、收获、宴饮、乐舞、礼佛、嫁娶、杂技、战争、出行等各种场景，让莫高窟成为跨越1600年的连续剧片场和古代人物画廊。如果继续比较，莫高窟与吴哥窟还有多少奇妙的关联？如果继续对话，莫高窟与吴哥窟还有多少未尽的交集？班底斯雷要比大小吴哥早200多年，人们都叫他女王宫。其实这是国王赐给国师的静修之地，和女王毫无关系。据柬埔寨专家介绍，当初修建班底斯雷寺的时候，国王召集了技艺最好的能工巧匠来建造和雕刻，所以才留下了一座最美丽的寺庙。中国禁书中曾记载，湖南好雕纹刻镂，可见柬埔寨精细雕刻技艺源远流长。班底斯雷寺小巧精美，大多的门框高度只有1米左右，几乎只是为了装饰而存在，浓缩了吴哥图案的精华，被称为吴哥艺术之钻。吴哥工匠似乎在用石头做刺绣、做织锦。这些卷草啊、莲花呀、啊，包括一些印度教的这种金翅鸟啊，这些形象组合在图案当中，这样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本民族的一些创新的特点。在敦煌呢，我们也看到唐代以后啊，大量的丰富的卷草纹样变得无限的丰富特点。这些东西呢，它体现出每个民族它在自己创新的过程当中发挥自己民族的特长。1943年。12岁的长沙娜随父亲常书鸿来到莫高窟，满眼苍凉中，她没有看到过一朵花。跟着父亲走进洞窟后，长沙娜却看到了一个硕大无朋的空中花园，成千上万盛开在天顶和四壁的奇花异卉，照亮了小女孩的梦想。莫高窟啊，每个窟都是充满了，没有空，连地砖都是。敦煌壁画上彩塑上的图案太丰盛了，太丰富，一般人不知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后来长沙娜用敦煌图案装点了北京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重点建筑，成为新中国建筑装饰的经典之作。装饰图案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莫高窟和吴哥窟精美绝伦的装饰图案印证了中柬两国艺术文化的发达，它们如同一对美丽的姐妹花，绽放在海陆丝绸之路上。莫高窟和吴哥窟最大的价值是时间，最大的敌人也是时间。千百年来，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在慢慢侵蚀着两大遗产的基体。一种叫卡波克的树像蟒蛇一样盘根错节，野蛮生长。在吴哥陷落后的400多年间，偶然落下的卡波克树种子就在塔布隆寺的建筑里生根发芽，它们的根茎探入石缝，树干缠上梁柱，攀上门窗，伸到屋顶，甚至穿墙而过，让塔布隆寺的很多建筑扭曲崩裂，雕像也随之变形，
对于文字史料极少的柬埔寨人来说，吴哥建筑和雕塑是他们最珍贵的历史记忆。1960年，法国远东学院决定修复八方寺，他们把30多万块石头一一分门别类进行编号。然而就在他们着手重建时，1970年，柬埔寨内战爆发，战火烧到了吴哥窟，外籍专家紧急撤离，柬埔寨专家全部被杀，编号码的30万块石头也在战乱中混为一堆，记录每块石头位置的资料被付之一炬，吴哥保护又回到了原点。世界没有遗忘吴哥窟。1992年，吴哥古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接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拯救吴哥古迹国际行动。中国、法国、日本、印度、德国等14个国家、28个国际组织参与。60多个吴哥古迹群维修项目开始实施，吴哥遗址保护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全球性文化遗产跨国保护行动。1998年，中国吴哥古迹保护工作队来到柬埔寨，他们承担的第一个项目是修复周萨神庙。这座神庙建于12世纪，是吴哥古迹中损坏最严重的寺庙之一。文物维修来说呢，从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逆的，所以呢，这个呢是也是给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压力，也是一个挑战。10年中，中国工作队把四处散落的4000多块石头一一拼对，让他们回到原位。一座雄伟的庙宇从废墟中重新站了起来。接着，中国专家迎来了更大挑战，修复茶胶寺。我们接手茶胶寺的时候呢，各个平台包括中央五塔这个平台都是散落了大量的这个石构件，各个角落坍塌得很厉害。中国工作队用8年时间完成了茶胶寺的修复。鉴于他们的杰出表现，2018年1月，柬埔寨政府将吴哥窟古迹中最核心的部分王宫遗址交给中国工作队修复。我觉得文物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其实是属于全人类的，就是它本身是人类的所有这个文明，它所承载的这样一个文化内涵，它是通过越来越多的人去理解去研究它而得以传承的。世界上只有一座石窟的研究成为国际显学，它就是敦煌学。由于藏经洞的大量文物流散到世界，那么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一门新的学问产生了，就是敦煌学。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依然是热度没有降低。我们现在呢，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都有人研究敦煌学，就像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所说，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改革开放以来，敦煌研究院先后与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20多个国家开展文物保护、参访讲学、学术研讨等交流活动，吸引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系下的研究人员，多角度研究解读敦煌文化的价值。盛夏的敦煌莫高窟，旅游热如同室外40摄氏度的高温。人们在烈日下排队好几个小时，就是为了一睹世界最大佛教艺术宝库的风采。旺季每天上万游客带来的人为影响，让莫高窟都做不赢，195，这莫高窟受不了，所以我们就要想各种办法，要叫保护好，我绝对不能因为开放旅游牺牲文物破坏，我也不因为保护文物去怠慢观众，还要叫观众看，所以这个事情就要结合起来。中国壁画修复第一人李云鹤，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塑像，如今86岁高龄仍不退休。你看从这里开始，这多少病害你们也可以看出来，是不是？他和同事们要治疗的是莫高窟壁画的各种病害，症状有空鼓、起甲、疱疹、苏碱、霉变等几十种。莫高窟现存的492个洞窟，几乎每一个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病害。受伤的壁画就这样一厘米一厘米地修复着，每一次修复都像一场精细严密的外科手术。这样的手术，敦煌研究院已经做了70多年。我就是给他看病的大夫，我说你看那些塑像，看着那些画的那些菩萨那些人物在等着你着呢，等着你救救他，他有了病了，他也是有生命的。莫高窟的保护呢，可以说从常先生第一天到莫高窟来保护，对壁画的修复呢，一直是敦煌研究院的重点的工作。经过这70多年的努力，可以说我们现在基本完成了莫高窟壁画的抢救性的保护。后来呢，跟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之后呢，共同研究出来空鼓灌浆加脱岩的这样一种方法，把含在地障层当中的这个可溶盐分从泥层当中脱出来。可以说脱岩技术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创造性的成果吧。在158库，敦煌研究院数字化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巨幅壁画进行逐格拍照，然后用计算机拼接还原，以高精度数字化的方式采集储存和再现莫高窟壁画彩塑，一直是樊锦诗先生的心愿。这是什么弯的，你现在看看那边嘛，那边就弯过来了嘛。对啊，这个崖面的，因为这个地方的保护的有3大纹的。在他的极力推动下，数字敦煌工程取得重大进展，目前已完成2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30多个洞窟的网上虚拟漫游。我们也希望这样的遗产能保持下去，它最后可能是那也是，但是我们已经采取那么多措施，最后我要靠这个数字化的信息，我就要求这数字化信息永久存续。
尽管你这个动他人，怪了，我这些信息还，起码这个虚拟的信息还是在。虽然有了数字保护技术，但70多年前开始的壁画临摹，直到今天，依然是敦煌壁画的一种保护方式。它很直接地体现了作品的质感、材料，还有人的温度，更体现了作为一个艺术作品的本质。1944年1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所长常书鸿从内地美术院校招募了大批年轻画家来到莫高窟。在远离都市的沙漠深处，这些才华横溢的画家几十年如一日，不卖画，不挣钱，青灯孤影，甘守清贫，终其一生面壁临摹，虽九死其犹未悔。从1946年来敦煌，直到1998年退休，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在莫高窟工作了半个多世纪，他临摹的敦煌壁画多达340幅，面积140多平方米，这一记录至今无人打破。1947年，刚刚从国立美专毕业的欧阳林、史维湘双双西渡流沙。投奔常书鸿，一对美术高材生把一生都交给了敦煌。一头黑发到敦煌，一头白发还在敦煌。20世纪40年代，从西南艺专毕业的李其琼和丈夫孙如建也一辈子没离开敦煌。万庚玉，这位张大千的关门弟子，徐悲鸿的高徒，20世纪50年代毅然举家西行，在敦煌石窟临摹了大半辈子壁画。您后悔吗？这个选择？不后悔。为什么一点都不后悔呢？艺术。敦煌定若远，一信动今年。回望莫高窟的传承与保护，转眼已是70多个春秋。几代敦煌艺术家的壁画临摹作品，让不可移动的莫高窟变身行走的画廊。从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呀，一代一代的莫高窟人，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敦煌艺术。我们第一代院长常书鸿先生，我们第二代院长段文杰先生，第三代院长樊锦诗先生，他们都是把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敦煌。由于他们的精神，这样的感召力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们，大家带着一种朝圣的精神来仰望敦煌，仰望莫高窟。2019年是奉中柬文化旅游交流年，在甘肃省政府代表团访问柬埔寨期间，敦煌研究院院长赵生良和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与发展管理局局长郝鹏签署了合作交流协议，象征着两大世界遗产正式牵手。从100多年前被西方人重新发现，到漂洋过海在巴黎相遇，再到21世纪的携手合作，莫高窟与吴哥窟，一带一路上的两座艺术高峰，终于走出了千年的轮回，抖落了历史的尘埃，在沙与海之间架起了一道中柬两国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彩虹桥。多谢为了托你们他去干安沃兰文，那他国家的吧，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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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那么那么敏感来了，老被挨割，我们办了皮皮膏，我们都没治了，那个他膝盖了哦，脚怎么办？那个，把林书记叫到办治了，那么一个他。